我们心的本心 是赏识、啊、佛经里面也讲过，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赏识、啊、心的本心是佛， 也可以这么说，心的本心也是赏识、啊、心的本心也是佛、啊、但是这些赏识和佛是什么意思呢？胜一滴的赏识、啊、胜一滴的赏识和胜一滴的佛、啊、我们的心的本心并不是实属地的赏识啊，世俗地的上师，比如说我们的上师是法王如意宝啊，从世俗地的角度讲啊，那我的心的本心是不是法王如意宝？不是呀，啊，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是两个人啊，两个不同的人，怎么可能我的心的本心是法王如意宝？不是，嗯，但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，什么叫做啊？什么叫做上师呢？啊，佛啊，佛就是上师啊，这个时候呢。佛经里面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的本心也叫做上师，也叫做佛啊。这时候呢，心的本心啊，是所有的功德啊，所有的功德，佛发生的功德都是具备的。嗯，但是这个是没有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对我们来说，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，我们的心的本心永远都是这样子。永远都是这样，永远都是佛，永远都是上师啊！但是呢，从无始以来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，那么我心中有佛，我为什么没有成佛呢？我为什么还要，我心中有佛，但是我还是堕地狱，为什么啊？我心中有这个佛发生，我的心的本心是佛发生，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堕地狱啊？我还要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啊？啊，当这个动物啊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杀盗淫妄呢？啊，我的心中明明有这个上师，有这个啊佛发生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么多的恶业啊？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堕地狱呢？嗯，所以这是没有用的啊。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用的。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，但是这是圣义地的角度啊。这圣义地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，但是世俗地的角度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这是没有用的啊。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人啊，就是处于世俗地当中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世俗地的上师啊，世俗地的上师，嗯。就是有一个世俗地的上师，然后通过佛陀的这个教育啊，佛陀的方法，让我们明白啊，我们的心中有上师呀，或者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呀啊，通过这些方法，让我们证悟啊，证悟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是佛，心的本心是上师。啊，这个必须要有世俗的上师呀，世俗的上师才能够做这个事情啊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圣义地的上师，他永远都在那里啊，但是呢，没有用啊，这我们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证悟啊，不证悟就是他永远是心的本心，他不会有变化，但是啊，这个不会起作用的啊，那。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啊，需要有一个世俗地的上师，一个世俗地的上师，通过佛陀的方法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啊，不但是明白，而且让我们明心见性啊，证悟了啊，从此以后啊，我们才知道这个，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的心的本心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发挥作用。因为我们证悟了以后，它才能够发挥作用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啊，移植我心的本心的上师啊。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移植我们心中的佛啊，心中的佛。嗯，在这个之前呢，啊，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年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。啊，这个印度菩提伽耶成佛的这个佛呢，叫做世俗的佛啊，世俗的佛，嗯，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世俗的佛来指导啊，指导我们啊，因为我们是世俗当中的人，所以需要一个世俗的佛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要啊度动物啊，度动物，让动物啊，让他们明白，或者是让他们证悟的话，那就是需要一个动物的身份啊，以动物的身份，以动物的语言啊，告诉他们啊，
新的本性啊，通过啊这个通过这种方法才可以的啊，以人的身份啊，用人的语言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，没有办法沟通。所以啊，我们啊世俗当中的这个众生，要度世俗地的众生，就是需要用世俗的佛啊。然后佛涅槃了以后呢，啊佛涅槃了以后呢，就是这些阿罗汉啊，像文殊菩萨呀等等的菩萨啊，就是这些来度众生啊。那么这个阶段也过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的上师来度我们啊，我们的上师来度我们。这个时候呢，也需要一个世俗地的上师啊。所以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啊。就是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心里有佛啦，所以就不需要啊，心里有上师呀、啊，所以不需要一直上师。这种说法啊，都是不对的啊。所以这是。这个是生义地和世俗地的这个概念啊，混乱啊，混乱了以后呢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误解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我们首先是需要有世俗地的上师，然后世俗地的上师告诉我们啊怎么样修啊，怎么样证悟啊，心的本心是什么啊，怎么样去证悟，这些告诉我们，然后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啊，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移植啊圣义地的这个圣义地的这个上师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是上师。